是在圣诞节结婚的，所以那是最特别的一年。在结婚的时候啊，因为日子比较特别，就是因为圣诞节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也在婚礼的节目安排上有一些圣诞节桥段，例如说我们送的喜糖啊，就是那种红白条纹的拐杖糖。送客的时候，我先生就打扮成一个圣诞老公公，就完全整套的圣诞老公公，还有贴胡须这样子。然后我呢，虽然穿礼服，但是我头上有戴一个麋鹿的帽子，很可爱，所以印象都很深。所有参加宾客对我们最后送客的时候的造型也都觉得非常惊喜。今年的新年本身就很不一样，像今天整体的造型啊，整个感觉啊，在过去工作经验上从来都没有过的。上一次穿成这样大概就是结婚的时候穿成这样，刚好我又是圣诞节结婚的，又回到当初的那个心情的感觉一样。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